大家好，我是城市生活多哥，我是GG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影片有一部呢是抓蟑螂的。GG当兵的那段期间呢，他成为了我们本频道最多人观看的一部影片，大概现在十几万。所以我在站卫兵的时候，半夜站卫兵，我都想，我就看到是蟑螂。那我们之前那个买的只抓了多少？14只哦。对，我就对啊，我就觉得不爽，不爽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要做个100倍大的，100倍大，所以我们就弄这个箱子，箱子来做一个蟑螂屋。原理很简单，就跟我们那个买的蟑螂屋一样，单向的阀门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做出来一个大概单向的阀门，给大家演绎一下，就是蟑螂这样走进来，然后它要走掉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合起来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很有 feel 哦。然后上面那块是加重。万只蛋不够重，它也垂不下来。好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因为它在血的嘛，它有可能会从旁边跑出来，所以我就做一个这个。我做一个这个，然后把这个两边这样固定住，把它挡住。对，挡住，然后朗朗的，就不能压住牙签。如果压到牙签的话，可能那个门就倒不下来了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，不能压住牙签。对，大概是这样，这个地方不能压住。基本上呢，小的蟑螂还是会跑走了，那我们就抓大的蟑螂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注重环境保育、小的呢，我们就给它放生。对，大只的呢，抓起来再放生。好，那大概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做两个门就好了，两个门因为太难做。OK， 好，先把它。等一下见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完成的，这个看得到。等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，非常的顺的。出来，谢谢。好的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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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另外一边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太难做了，我们就先做一个，反正会进去就是会进去了。对。那我们一个蟑螂够吗？不够，要个对照组。PK， 怎么 PK？ 网络上大家都做这种，把它割开来，然后倒过来，然后放酒。可是这个太小了。一样，已经做好了，已经做好了。为什么已经做好了呢？因为刚没按到录影。是吧？这个是六公升的，这个是六 cc 的，所以体积来讲它是十倍大。那它的为什么要抱一根纸呢？是因为我怕它太滑，爬不上去。那它的装置就长这样，我们就直接去实测看看。那等一下里面会倒什么？上次倒什么？这次又倒什么？酒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要好好布置一下。对，我要让它进来的时候呢，就想要住下来。对，所以要给它放什么吃的？哦，给它食物就好了。我们给它一些。五马四六，来一点。欸，你要布置的啊，布置，这样子。这有个窗户，我看到吗？蟑螂如果从这边走过来，走，看到里面有狗饲料，看到里面有狗饲料，哦，我想进去哦，然后就走，然后走到前门。干妈的，我这里有。哎，布马，想吃吗？走开。然后呢，我们又考量到什么？蟑螂妈妈会带蟑螂宝宝。宝宝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奶粉啊！聪明啊！手笔哦，这个就是友善空间，门口来一点。还有，就如果他带小孩，他走不了那么远，就门口就可以吃了。好，还有吗？有鱼饲料，鱼饲料，这真的抓不到东西。因为蟑螂很腥哎，超腥的。蟑螂可能会什么？他家会养什么？养鱼嘛。走开！蟑螂会养鱼嘛？我们就给他一点。那好像七味粉啊，调味调味。普马都不能吃啊！普马走开。好了，我们装置就这样完成了。对，好，盖起来。好，我们完成，出发，出发。还有这个，出发 ，Go。咻！很好的背景，啊，老地方，熟悉的老地方。一样很多大，刚刚来了看到就跑来跑去，我们就把这两个小东西把它藏好，不要被人家看到。怎么藏好呢？就放在这边吧。对，基本上蟑螂就是在这个缝里面。对，我们把它引出来，这一箱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好了。对，你看，有走过来根本都看不到。我以为它是那个什么圣诞红。对，靠呀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摆这。哇。跟这水桶好像哦。对，水桶。
好，设置。别，你们要倒酒了。这不能太少，不然它那个异味不够让它淹死。好，对，好，完美。突然想到，就这里也需要一点。可是因为我把它锁死，所以就很难。好，快没了。OK， 现在要干嘛？等待。去巡台好了。现在又回来到这个地方，打台打到身心俱疲，打了一袋公仔，一袋公仔，好了，要开箱了吧？有吗？有吗？不知道，没有。看的，有吗？有，很多，蛮多的，真的。对，那你先把它关起来，那你先开另外一个。这样，另外一个你要开吗？还是我开？还是你开就好了。其实，走喽，兄弟！哇、哦，弹到他，你有拍到吗？有。我弹飞，兄弟！好。等。进来，兄弟，走。不是，好，算了算了，好，我要开箱另外一个。哦，三，四只，五只，哎，一只跑走了，一只在这边，一只，哎，干，这只是刚刚的，我又跑出来一只，到底几只啊？他怎么都跑走了啦？你刚刚抖一抖，他跑出去了。是呀。哎，看他！好了，这里是几比几啊？啊，好像大概5-2吧。5-2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我们自己做还比较屌啊。对。应该有吧？我手上。我觉得是食物的关系。之前像那个米，那个好像花生粉的东西好像比较。对啊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好。今天战绩几比几？好像5-2还是6-2？我们自己做还比较屌。五，然后啤酒2，我手上我刚弹蟑螂的中指，对吧？嗯，我不知道弹飞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就是、按赞不要太勉强，顺手帮我开铃铛，这样才能抢头香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